啊，真是不 OK。先道歉，先道歉。看起来没睡好。那我们来画个一样滑葫芦。画动漫。动画的一样滑葫芦。你是想的。开始。好，我也准备好了。耶！这个有时间限制吗？有。这个会越来越快哦，有时间限制。哦，这就是快的那个嘛。对。对，我刚本来想说。我们俗称高斯下家系列就是、這個。哦 ，OK OK。因为我本来想说，刚一开始让你们玩这个醒来一下。太嗨了吧！所以真的要画一个场景。啊，场景就是没有没有场景没有场景。可以啊，动画里面场景可以啊。吓死！真的是搞死下家哎、欸！阿摩，刚刚大家是说画那个动漫角色，嗯，对，好，动漫角色。哎、欸，你们猜得出来的话，聊天室可以大家看哦，猜一看这是什么？把我们聊天室，让他画的是，聊天，你画的是，然后还刚好猜到，这么会猜？猜到笨掉，是这样吗？哇，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好像哪里怪怪的。笨掉好像也可以。对啊，我觉得我画这个会搞死下一家、欸。我觉得我在我这一手就其实已经画崩溃了。这应该是游戏精髓吧？就是搞死下一家。你说搞垮下一家吗？我们为了我们的影片封面图，一定都会搞死下一家。好快就要搞死下一家了。我们感情不好吗？没有，就是因为感情太好了。对啊，所以要破坏一下这样子，破坏一下，平衡一下，平衡一下。耶、yeah! ，完成！你画完了，太快了吧？好快哦！你会被搞哎、欸，你不再想一下吗？你知道、啊、你不搞死别人，别人还是会搞死你吗？对啊，我们是一个凶残的社会，你知道的。快点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来得及，还来得及。你再按个编辑，快点再编一下。觉得没办法打草稿这件事情超难的。我们之前有人都会打草稿哎、欸，超猛的。对啊，就是那个我现在看半透明度啊，森森也会，森森、哦、真的、啊、哦。我后来已经放弃了，所以也是吧，所以一定会。对，你们看懂吗？这个。哦，有人有看懂？你们好棒！要被背了吗？总裁第一张哎、欸！哦，这个是你的啊，可以！这是什么、啊？天哪！什么动画？完蛋了，我忘记了。我就照他的样子画好了。我对这个动画不熟。啊，等一下，他的脸。对不起。没关系，他只是会变篮球而已。我已经看过好几颗篮球了。那我先画篮球。可是他这次是一半的篮球哦。对，我要拍篮球了。等一下，我完全忘记他的长相了。啊，你这个该不会是那个吧？啊，我也忘了。完蛋了，这个为什么要画这个变化版的？哎、欸，我已经画完之后，我已经忘记这一部是什么了。他不是白木，他是黑木，不是白木，你猜白木，我说你猜白木，这样子吧，这样应该看懂了吧？这样吗？我就不上色，我就长这样，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了。请问他最快会多快啊？他最快就知道了，十秒吧，十秒吧，十秒，对，你买什么画？飞刀。耶、yeah. 啊！哇！好牛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连破两拳吗？那你这是什么？这是我知道的那个人吗？等一下，你是被揍到吧？啊！被揍到，很失礼耶！被揍到。他完全忘记刚刚那一场是什么。天哪！等一下，如果等一下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这是什么动画，我很抱歉，不是说你被揍，而是那个人画的像被揍的。
会上一家。国民大队，国民大队，国民大队！大雷，有什么？等一下，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那个描述可以画的东西吧？就是也太少了吧？知道这个，可是画不出来。哎、欸，我画过一次，这个人已经忘记怎么画。我已经不知道刚那一只是谁了，那你过来。我只记得这个，刚颜色在哪里？颜色是眉毛吗？这里。这是谁呀、啊？还有穿衣服的，可以了。啊，这个很明显，这很明显啊！啊啊，这个。这可以，这个绝对画得出来。嗯。对不起。大绝！我真的不知道刚才是什么角色，我忘记是怎么画的。没关系。对不起，就是这样。这什么东西啊？这个特征画得很好哎、欸，好好笑哦。这是什么啊？哎、欸，我知道这是什么哎、欸。何办法，你这样，这画怎么不太像？太臭了，还是画太像了。是什么？你看，他长这样吗？哎，又快，超快！好像不是这个颜色，怎么又来一个一样的啦？那什么？刚才是什么？竟然在看的时间也算了，算了，没敢看那么久啊，看很久。我刚刚也是，我刚以为看的时间是没有算在里面的，有点快啊。我记得他有流口水，就这样，就这样。完全不知道这是谁，这样太多学员下巴了吧？对，这是欧美卡通，没有错，这个我倒看得出来。太多学员下巴，惨了，我要先说抱歉，对不起。啊，我天哪，画的好好哎，我的天哪，你要在后面变怎样哎？对不起。我画的哦。对不起。他有戴头箍吗？没有，他在脚上，头箍在脚上。特色，特色。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脖子在脚上，对耶，他应该是穿那个西，那个是什么、啊？好可爱，好可爱，太可爱了吧，好可爱啊！啊啊！这个，很抱歉，好像我刚左边那个，我以为是传送门、欸。那是 Pickle Rick。怎么发型变了？故意玩太多了，不好意思。哎呀，你绿绿之兔回来了，他的兔，他变年轻了，变年轻。你有猜到耶、欸、哇那是传说门抱歉抱歉抱歉哦没事没事四八的歌哦四八六哦画得很烂耶、欸、我怎么没画哪一个中年大叔的感觉是我的锅、啊、他是学的下巴吧他是变对不起，不一样角色，不一样角色。我以为是御史者。我以为是城之内。我以为是城之内。去哪里？没关系，下巴都很尖。出血了。角色变。
486是什么的？486。四八六变成下巴学院了。哈，哦，那是这个吗？是这个。哎、欸，我有猜到哎、欸。啊，我知道，我知道哎、欸。我想说那是什么？他后来变一个超级厌世的狼哎、欸。他后面已经不是狼了。哦，我以为是雪貂哎、欸。好可爱、喔，我怎么后面画到不是雕啊？突然别了别了，原来是这里啊！是不是？是怎么变这个色呢？蓝色呢？蓝色去哪了？变龙了，变龙了！我怎么变龙了？哆啦 A 梦。哦、oh, oh, ，好帅哦！对啊， oh. 前面超帅的。原来，后面没有时间画了啦。对啊，后面就开始越来越流畅。佐助他那叫什么画？咒印。咒印二啊、嗯！我以为是他哥哥哎、欸。对啊，但是我也以为是、欸。我猜不出来是谁。Oh. 我以为是谁看呢？因为我看大家都戴的那个。不来的是好像那个一拳超人戴那个。我是大哥哥，我把他画成右了，又变成尖下巴，还有，我怎么又是尖下巴？然后变圆的，变圆的，变圆的，整形过，整形过，削弱了，削弱了，我以为是右，哈，预言真理，哦，好可爱哦，啊，这个超可爱的，哎、欸，我要把品种换了、欸。我画到后面有点、哦、有点怪怪的，我也把品种换了，我忘记天竺鼠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哦、喔！哦，他的起来，他有动作。哈哈哈！哈，这个应该不会歪吧？看得出来，可是没歪，我有对啊。嗯，看得出来。我说我不信，这个是完全没有歪掉的。好棒的。可其实我画的是警车哎、欸，小孩变小蛮哦、喔，啊，他变什么了？我画不变，我很努力画小蛮，是时间不够。他的感觉像下巴也很尖的感觉，又要变尖下巴。哇，变了啦，欸、很好哎、欸，因为没时间，这样最快。主题色在，主题色保持了，对，那橘色有保留。嗯。哇，这里我好强哦、喔，就是没有歪耶、欸。可是我觉得没有歪啊。对啊，小就是认得出来，好强哦、喔。哦，我真的厉害，游下去。哈哈哈哈哈！到底是什么东西？游戏三人娘，三人娘。哦，不是，后面完全不知道是谁啦、啊。尖下巴吧？你要问那个啊？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被揍的位置在改、欸，我给你们看见人，为什么？什么字吗？为什么？哇，他怎么又变这样了？为什么那么喜欢尖下巴？因为他直接忘记什么，他直接变阿妈了。好笑，好烦躁。我觉得米卡画得很好。对啊。怎么在我现在位置就改一改去的？我们玩三明治应该最后都会猜不到哎、欸，可以来玩看看。三明治是什么、啊？三明治就是它有一点像那个以前综艺节目的超级变变变，它会给第一个人主题，然后就比比比比手画脚，然后最后一个人猜。所以就最后第一个人出打字的题目，中间人画画画画画，最后一个人要猜第一题目是什么？嗯嗯啊，原来如此。可是我们要什么主题会比较好猜的？啊、哦，这是电影主题，就是第一个人出主题，然后后面的人画，然后最后一个猜。哦，好，三明治开始。OK， 电影主题嘛，对不对？电影主题，我出了一个我不敢画的主题，不敢画是怎样？嗯，不敢画。鬼片啊？画耶、欸！我复制贴上，我结果那个我复制到我在打那个。台规的东西，乖乖看台，不要乱，不要使坏魔啊！哎、欸，李三懂哦。对对对，建议不要打加一、加二、加三，你们可以打。哦、这是什么？可以 Google 哦。好难哦。好，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等一下我看我查一下哦。然后不要打字，不要写字啦，不要写字嘛，嗯。应该有像吧？竟然有人已经完成了，好快哦！ Yeah, 是有多简单？快哎！没事，他等下就完蛋了。没有，接下来都照着画而已，所以反而还好。对啊，第一个人反而比较辛苦，就是尽量准确一点，那后面好猜。完蛋了！没有啊，就搞死下一家就可以了。应该长这样吧，我们就让他看这个颜色。这个绝对会被画成另外一个，没关系。好。哎、欸！怎么快？还好吧，差不多。我在画、欸，可以了吧？我这个画太亮了吧？这看起来有点像恐怖片吧？我说被我画像恐怖片，它明明是一个也蛮感人的电影。没了、啊、什么啊？看图也只有看一下下哦，要注意哦。哦好。哎、欸，这个好厉害哟、哦！哇，我拿到了这个，长得像蜡特里的蜘蛛。啊？我想想要从哪里画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照着画。完蛋，我忘记它长什么样，我快把它画成恐龙了。肚子有大吗？天哪，到底是什么、啊？我觉得我连续两题都是同一个电影类型。是有人出重样，同样的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是类型很像。我们之前玩这个题目，直接撞三个一模一样的电影，太神了吧！哦、同一场吗？就是大家都在画那个叫什么哥吉拉跟那个大战金刚。哇！是啊三个哥吉拉大战金刚，对，哦，等一下，大家的主题是不是都很类似啊？没有啊、欸，我目前画到都没有很类似。这是什么啊？这是啊？我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搞事哦！这是什么？我要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哇，查了！这个连查都没有什么根据可以查呀。对，你可以靠你的想象力。啊，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鬼啊？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好可爱哦！什么对不对？你抽到我的对不对？我觉得我抽到蛮幸运的，好可爱哦！太会了吧！但这个好像有看过，这个好像有看过。我找一下，这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东西，不是两个字的电影，不是吧？不会吧？是吗？我因为不知道画什么，已经画好了，看起来有点可怕。哎、欸，什么东西？很好哎、欸，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哦哦哦啊！我知道这个异形，但我忘记那个电影叫什么了。你讲出来。哦，这么恭喜，讲出来了。没有阿莫斯吗？哦，原来是阿莫斯。阿莫斯的。这样吗？好可爱、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了。哈哈，你懂嘞？啊！我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啊，好可爱！这个好强了吧？这是什么？哦，我好像知道，我好像知道。悠闲悠闲，对，悠闲悠闲，游刃有余。接下来是打字喽，通灵时间喽。完了，我觉得，
不会害别人歪。哦，这是什么鬼啊？哦，终于画到一个我看得懂的了。多的角色吗？哎、欸，这个好简单哦。我应该是这个吧？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知道。这样，我找一下是不是这个名称？这什么？这什么？啊？应该这个吧，好，应该是那个狗死定了。等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首啊？我随便猜一个，所以我觉得 OK。好，我猜应该是这个。另外一个，你们应该有猜到，这是童年，对，没有错，这是童年。我猜错了。哎，竟然，好，开始。太气了啦！周远，等下我要说有说超多恐怖片的啦，对啊，超多恐怖片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都是抱怨，先道歉，先道歉。他看起来没睡好，变轻轨了。哎，好像有哎，轻轨有做电影啊？有有，他有电影？问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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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有画到一颗眼睛的，可是我上一家也是一颗。哦，这里呀，是这里，应该是最后一笔啦。是我啊，对不起。那这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加他另外一颗？哎，真的变得没有眼睛啊，都没有眼睛，完全没有眼睛啊。小丑女，小丑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返校 detention。啊，这个很强，哦，超赞的！啊，我画错了，也太用心了吧！哇塞，我有交尾饭，我有交尾饭，我超配，这真的是从镜头而已，对啊，哇塞，可爱啊，演出来了，我想点他交尾饭，我有交尾饭，交尾饭，还有那个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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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没有，我快回去。啊，真的吗？反向啊！我是怕通灵，对，通灵少女，不通不异形啊！这个完了。所以我刚刚不小心讲出答案了。没关系啊，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觉得我最后一定会歪哦，因为对不起是我，没有，应该是没歪，真假的没歪吗？是我，异形只要好可爱哦，可爱的，是我。我画的很，是我，很可爱。为什么有？为什么有？可爱的，好可爱。哇，画的很好哎，好猛哦！我现在有点可爱。没关系，没关系，我猜对。异形，太棒了，太棒了，好厉害啊 ！Nice， 可爱。吹梦巨人，对不起，刚好。刚刚观众有说不是吹梦卷，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啦，所以才有两个。对，是什么？嗯嗯嗯。哦，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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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个化妆奖了，直接完了。哈哈哈！超级完。变一个电影了。直接超级歪啊！进击的巨人真人版，有两个字有对啦，有巨人，巨人两个字是对的。只对小丑。哦，是小丑哦。是小丑吗？这个是 E T， 这个是他，这个是 D C 的小丑。哇，我应该打 D C 的小丑。你这好像，所以是不一样的，不同步哦，不一样，不一样。对，可是大家画的都是 eat 嘛，就是这样的 ，OK， 好可爱哦，可爱哦，有没有庄园？好可爱哦，好可爱的。为什么恐怖片都画那么可爱？他 IT 在跳舞，他 IT 在跳舞，好棒。小丑哭了。九品芝麻官，什么？这个九品芝麻官，
惨了惨了，我猜的完全不是这个东西。我全都要那个啊！啊，对哦，还有辫子哦，是那个星星跑位置的呢。对对，星星跑位置，这是谁？我。已经变 Marky 了吧？哎呀，真的耶真的耶，那边马尾，那马的辫子不见了，哪里？亚贝亚贝，来来来，你要在那个一位军官的军官，玉都是辫，哇塞，好猛哦，还可以猜东西，哇，好猛！巧克力冒险工厂，有有这个有效，这应该这个有，这个没有歪，这个没有歪，哦，太厉害了。哦哦哦，好像哦，真的是童年，真的是童年。嗯，哦，对啦，拐杖，维尼旺卡，维尼旺卡，维尼旺卡，有，都还有画房子，又少一只眼睛，为什么？又没有眼睛，只有一只。哦，这好酷啊！还有填色哎，有屌，酷哎，酷，竟然没歪。巧克力冒险工厂 Charlie the Chocolate Factory 真的哇 International 复制贴上了，没有复制贴上了，哦好棒哦，哇哦 nice， 歪两个嘛，是一个几乎，对，好像几乎没什么歪哦，还蛮猛的，大家太厉害了，大家都通灵大师，好厉害。